Hello， 这是以我为范本打造出专属我的 NPC。你看，有一栋房子呢，以前是酒吧的 NPC， 酒吧里面的 NPC 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被独立出来了，可能是我给他们的那个设定很符合他们的剧情吧。我在这里，大家看到吗 ？It's me。子密，我们先搜刮我家哈，不是搜刮，这是我家，所以可以搜刮。因为我家什么都没有，好穷哦，什么都没有呢。然后我记得我的设定是有一只手是断手的，我记得是右手吧。好，所以这个声音就用我自己的声音配就好了。为什么一脸爱困脸？欢迎光临。美业剧院，虽然这跟我的尤托博剧院比起来规模差很多，但真正的演员并不会因为场地而受限。尤托博剧院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就是 YouTuber 的意思。那我们用一个剧院，就是用一个外国人转中文，外翻中这样转成那个中文，尤托博 YouTuber 啊，来吧，观众们。今天想听什么？英雄缪克达斯用右手作为交换，把小女孩从邪教徒手中拯救下来的故事吗？脸是照我的脸去画的。小女孩，只要生病就割喉，是沙漠的传统。对于信仰虔诚的你们来说，完全不能理解吧？想要拯救病人，只能奉献最重要的东西。对缪克达斯来说，就是右手。可惜的是，缪克达斯。只有一只右手，如果我的右手还在，就可以挡住飞向他后颈的暗箭。但我的右手已经用来换过他给我过的侥幸，所以，没错，白白损失了右手，堪配女神照耀之地。还有更悲伤的事情吗？今天的戏唱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Arriver Mountain， 是这样念吗？你还在啊？嗯，我总觉得女神自有安排。你为了大意失去了右手，便利换得什么东西？这些鬼话你信？在我脸上抄来的吧？我信，而且我知道你也相信。你怎么知道我也相信？我对于微光女神的那些狂热发言，抱持着尊敬的怀疑。你的态度跟我无关。围观也好，女生也罢，都只不过是个词汇而已。这些好听话谁不会说呢？谁又能证明那些词汇是他们该有的意思呢？我们都只是另外一个世界意识的容器罢了。所以你的一手和一般的一手的词汇意义不同，对吧？你看得出来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。当年我去仙子帮助过的时候告诉我，你只负责让他遇到真正的主人，等那个人出现时你就会知道的。看来恨的主人出现了，你拿去吧，我不会想念他的。银手就是这个，很多人我看很多实况主啊都没有拿这个东西。好，你不懂放弃对吧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事情吧？虽然我有点受够这种隐晦的对话了。好吧，我投降，先知告诉我，他们真正的主人会追根究底，追寻你不想分享的事物。我说的不想分享，是吗？如果你是他们真正的主人，我想他们会回应你的召唤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风，我是在说风。你相信这个是等价交换的世界，没错。我们都只是某种容器。你知道什么可以容纳风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戏唱完了，游戏开始了。找到我，他们就会离开我，依附到你身上。OK， 我们要找他，他在很后面。恶邪战连，我去瀑布还要爬楼梯哦，爬这么长的楼梯。我的 NPC 在这里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哎呦，他飞上去了。
那个位置其实还蛮难找的，说实话的。我那时候也找了一阵子才找到。哦，怪物会掉东西哦。这里没东西。累了。在这里。对对，有没有看到吗？哎呦，啊！哎，我怎么下去啊？空白键。好，我在这。你找到我了，离游戏时间还早，我还怀揣着最后一头咏叹调继续听。在羞耻服面前的段落，总是最为激昂的。好，不知道找到我有什么东西呢？这曲清唱曲即将画上休止符，你得到先生给我的最后馈赠，不。它本来就属于你的，我只是它占据的容器。冰晶蓝焰，是道具吗？哇！从缪克达斯身上传承而来的神秘力量，据说源自于神秘的先知，可以控制神秘的蓝色鸟禽类攻击敌人。酷！哦，哦，它是直线的。有点类似冰冻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还不错哎，因为我的角色这么实用。那我这个人就消失了吗？就不见了吗？真的欸，然后就这样啊。那编剧还跟我说我很重要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还是后面还会出现？好了。